脚是这么大，然后被追过来。怎么又撞车的？从那个沟吧。好。然后两个都自摔。黄姓民众请上人行道，要下道路时，因为道路的高低落差，所以自摔。起源为了要闪避黄姓民众，也跟着自摔。黄姓民众是因为无照驾驶，所以看到发现民警在示意拦查的时候才逃逸。黄民的他沿路有闯红灯，还有逆向行驶，还有成人行道，还有危险驾车的蛇行的部分出乎约有八项。违规我们都会收录相关的影像自单举发，因为出库的金额约有34000多元。